柿子吗？这是柿子。今天不能拿啊！你们没有玩柿子。大家可以现在限时两分钟，每个人拿一件物品，好吧？拿个那个放手哥，可以这样吗？这个没有一百。砰！没有呀。我让我感受一下一百五十分钟。一百一十八耶。我能把马桶搬过来吗？哪个是把电视打开的？把电视插头插上呗。好，哎呦，那个怎么这么大？把它拿出去吧。我找到了，可以开电视吧？电视没有必要，我觉得即使放了。一样东西，打开电视。现在放音乐。我试用这样东西，它是我一百五十分贝的东西。放音乐。知道吗？150分的非常大声，那相当于火箭发射机。非常大。你有要了，你把这给我来。来。没有。爆炸撕裂下坠。要听这种。124你缺点小吗？关键是这什么唢呐吗？唢呐。唢呐怎么吹啊？人家吹的。123
一百五十五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有有有，你看125，一百二十五。我感觉你把我脚敲烂了。不是啊，你就往下扔就行了。你要不先试一下，124，差一点。打的金属的，金属的，没有金属的是，你别去试了，敲烂的那个。哎呦，来吧，嘉哥，你放地方。这下练筋了。没有，你把这暗示还有，我怀疑被放了。这个呢？啊！挑战失败。有四个人超过120，那太简单了，我直接。128。是东西啊，嗯，我不是东西啊。你要拿圣代吗？我127，127，哟，比较简单啊。175，啊，所以要炸了。175，我看错了，121。好，放弃了，只折一次啊，四位了，124。到我了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该我了。没用，没用，该我。哈哈。往下扔。116。哦，张哥，你太狠了。110。太狠了，张哥！惨淡的都没有120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两个没过是吧？我到这挑战成功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吗？来，给我吧。欢迎老妖王。来。我喂给他是吧？太的蛋是吧？太的蛋。我喂给他是吧？对。兄弟们，帮我们指挥一下啊！好，我开始，1分1分慢走90秒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丁哥，开始了吗？选取你的士兵，往下。开始了吗？对，开始了。要加入才是。对，往下。不，我闭着，喊开始就开始，你加也算就可以了。3、2、1，开始计时。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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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住了，夹住了，夹住了，对对对，夹住了，夹住了。好，拿着往前送，往前送，直接直接往前，直接往前，腿动，直接直接往前，直接往前，对，腿动，哥，别动，往前，往前，天空，往前，你就慢点，哥，好，右边，快找一下，直走直走，对对，哎呦，丁哥别动，别让丁哥，直走直走，对对，哎呦，丁哥别动，别让丁哥下方，往下方，往下，往下，丁哥往下，我大概知道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好，有肉有肉，有肉了有肉了有肉了，好 ，nice， 好吃吗？好吃不知道，我感觉嘴要被戳烂了。我拿筷子呗，好想啊，这个味道。我来帮你夹呗。那个挺好吃，我想夹，这很累，挺好吃。你不想吃是吧？我不想吃，不会吃。我不吃。哦，好想。好，计时开始。好啊，在哪儿？就是那个，夹住了，夹住了。夹住了，夹住了，夹住。哎，夹住了，夹住了，可以拿下来了，可以拿下来了。好。对对对，往前往前。我上，我上一夹。我上一夹。往右，往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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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下下下下下。对对。这么简单啊！挑战失败了。浪费粮食，我们这个3秒步脏原理，下一个继续。下一个继续哪儿啊？对对对，就在这儿。你这样夹，它吃得到吗？夹到了吗？不然要重新夹一下。整个都开了。开了是吧？它有点开哈，有点太开了。我再往下拉一点，不好意思，太开了，开天眼了，我有点开天眼，不好意思，开天眼。现在你刚刚夹不起来都在眼吗？哎，我刚刚是真没夹起来，但是筷子太长了，不好夹。你要不要往前腰点长，我看帮他一下吧。要帮忙吗？这笨笨的，这个这个是计时的吗？对对对。对啊。
啊，那我刚刚咬到了呀！啊，那我刚刚咬到了呀！吃了哥，吃了哥，我唱一点行吗？好厉害呀，亚轩！好吃好棒，好吃吗？好好吃。1分88秒，早就完成了的，你非要玩？我八十秒，早就完成了的，非要玩一下。为什么反派总喜欢总喜欢浪啊？来了，给你展一下我的。来，计时开始。陈哥，陈哥，那个碗。对对对。陈哥，陈哥，那个碗。对，那个碗，右往右。刚刚就是那个碗。哎，对对对，拖一个，拖用力用力，拖一个起来也行。没有啊。有。还没。哎呀天哪，你实在不行我刀摸你了，这拧开了，对对对，哎起来了，我真好奇这个真的很难吗？哇，往上一点，我左一点，往上一点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简单啊，太牛了吧，按你音儿的吗？我也是30秒，不是我也这么快弄到的呀，10几秒我没咬我的，陈哥开始，来，再说吧，开始，但我没带好，等一下 ，OK 了吗？开始计时啊！那我俩这个算谁的分啊？哎，夹到了，夹到，可以，哦，厉害点，好快，哇，这么难吗？这个好，都成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一盘干果套装。哇，干果，干果呀，干果，哇，有花生，干果不是那个啥吗？整呗。哇，我的命，瓜子就是我的命。哦，我知道这个。对，喊几下有规定吗？还是不是一人一下？你们接力，我们就一个人。好，怎么喊？太简单了。这样，哎，丁哥也演示一下，你拿那个红点试一下。双方同时弹这个，弹进这里面，连成一个。谁先连成四子？就是四个连在一起呗。对，但是我们需要一直换人。我们从站哪个丁哥位置呗。这样吧，丁这儿。这儿可以吧？然后你是这条线，我们是这条线，这真简单吧？兄弟们来了，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先来了。一人啊？为啥呀？哎，我们都是好烂呀，一个抓。嗯。好，该你了。他进不去。啊，真有活啊！他真有活啊！你有活啊？你可以的，有活那我认真了呀。啊！哥哥，干嘛呢？哥哥们，记，对不对？这很难办。你可以直接扔进去吗？不行。哎，你必须得弹一次地，弹一次地是那个至少弹一次，对吧？至少弹一次，对，必须得弹一次。哇，好，有说法，可以，我已经找到规律了，下一个我。他第一个完全是运气，运气好，真的是运气好。Cool。 哇哦，有希望，希望很大。来下一个，谁还没投过。谁还没投过？这个导演组，我来。等。这导演组让了，这导演组真简单吧？怎么连？这连这儿，连这儿，这么四个连过去，你投这儿也行。哇、哦，有，哎，我这么投行吗？我来。哇、哦，快占据这个坑！你真有说法呀？有了，哎呀，也行，也行。故意的，来，到你了。导演组，哎，故意的，你不能让我们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点成就感没有，好吧？必须得弹一下啊！高了，坏了，坏嘟嘟，到我了。有说法的，这条线
手得回来，手得回来。你高了吧？不、哦，有说法。有说法。什么说法？没说法呀。没事，这个答案组都是两颗子的说法。他可以走斜线，可以。哎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他怎么弹过去了？哎呦，一模一样，两次一样的位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呢？该对面，该对面，该对面。啊，这啊啥呀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不信。再送你一次，我送你一次吧。送你一次，送你两次。这导演组，我们给他两次。哎呀，这导演组不行。真一般吧？真随便扔吧，马哥。马哥随便扔。真随便扔吧？啊？太随便了。我来。马哥是有点水平的。不，哎，什么？啊？给我们断了。断了。哎。My turn. 有说法。啊？没事，My turn. 好，是要玩钢针的。哎，还没有没有。我觉得他要成了呢。我也觉得。成不了一点。你让我来吧，我把它终结了。下一个是我了。没事，赢不了。没有，没说法，他没说法。来这儿，好像这儿。没说法，然后你抓到把柄，进！哎呀，真一般吧。喂，哎呦，给你嘲讽下来，兄弟们就这一个了。凭什么嘲讽我们啊？哎，有了。哎呦，可以，也行。围棋，结束了，他们已经没说法了。他们已经输了。哎，我来，算结束了吧？两边旗鼓相当啊！哎，没有 ，My turn， 堵住了。我们可以不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给我，马哥应该能进了吧？有了，真有吧？真有吧？堵死了，他横着堵死了。他都没有了，他没戏，他没有戏，他没戏了，他已经没了，他没了。是中间那四个，他输了，他已经输了。他中间还有轮，只要其实稳着能上桌就行，其实。这个用处不是特别大，有点用，但好像不太有用的样子呢。没有，他没用。上桌就行。终结，兄弟们，咱们上桌就行。没球了，举个球呗。没球就只能看我玩喽。No！ 没事，要精准的丢进去很难。别啊！我来。咱们进去，上桌就行。上桌就行。结束。怎么说？真一般吧。真一般吧。你显在哪儿？我们这样可以四个，这样可以四个，这样也可以四个。你们就这一个。开的呢？真一般吧，你们，我们比你们完成太多活。他不服。那我再扔一个，你信不信？我直接第一个就把你这给你堵了。给你扔个五子。Cool。 双老哥，哪个四字？你说哪个？你看好。我来。真一般吧。丁哥。顶，有点离谱，对不起。Bro， 你太顶了。你说的对，有点离谱，太顶了，有点太干了，太顶了。对联是吧？
要洗手吗？为什么包饺子？不要过年，包过年不应该吃饺子吗？包饺子，包饺子吃，包饺子花，包饺子，拿个碗，拿个碗，装点水。上面有个纸的，面团还是面皮啊？面团，面团。对，没事，任一个疙瘩。这是啥？包了一团。这面团，咱们得任一个疙瘩。不是，捏疙瘩。对，捏疙瘩。捏皮就包一个就好了。啊，饺子皮儿，饺子皮。那柜子里，柜子里有碗，这个吗？这个里面不是水啊？这个啊。我给你们剥瓜子儿，好吗？这是什么歌？是装垃圾的。我刚刚装垃圾的，然后你告诉我把这个东西倒进去。帮我装在你胃里存一下。拿这个顶吧，到那盘上呗。哥，哥，哥，我来吧，哥。吸什么？还有活没干呢，你干嘛、啊？你不尊重饺子神，不跟你这种小计较，这种吃亏。这肉臭不臭啊？不知道呀。主要这肉，哎，没有调料哎，这肉。已经开始包上了，我也开始包了。这不是纯生肉吗？这得拿酱料吧？应该无所谓吧？你不沾水怎么包得上？饺子要沾水，要不然。包上了，要沾边边，要沾水，要沾水。这已经是两层。哇塞，不会包饺子。他很喜欢包抄手。抄手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？只包的形状不一样而已。抄手的皮要薄一些，多来点肉。帮我多来点肉啊！再把全部肉都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是包了外面那种饺子，包的很，包好看的。我从来不包，我也小时候包过。主要我们南方真的很少包饺子。前段时间包过，我不咋包。南方挺多包饺子的，这个还是可以的吧？我的美工，我觉得最近有得到优化。笑什么笑？我等到你看一下啊。六，沉淀版，沉淀沉淀，青春版青春版，啊，没事，皮薄，青春没有售价，徒步直达拉萨。这个按道理来说，应该拿一个塑料袋上面铺点面粉的，不然它会粘在一起。啊，这怎么就粘在一块？是谁包的？全是水。那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没有这种包的方法。我还有元宝呢，你看福袋。福袋，我是不是真有过吗？大哥，这是谁包的？怎么就是我包的呀？啊，这不好看吗？哇哦，这是有硬币吗？谁的饺子已经化了？化了？谁露馅了？谁露馅了？不知道。张哥来点馅儿。我包一个溜溜没馅儿吧。哦，够了。一人吃俩吧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这在这来个包子，嘴巴里吃点。我的神龙福袋，好，我这是我的小笼包，灌汤包。谁吃我的夏威夷果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然后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我包的一个福袋，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。对，张哥，小贺啊，正好是对面嘛。你包了吗？祝大家2024年。一切都好，就像我包了这个饺子的馅儿一样啊，我包的是柿子馅儿，所以也希望这个柿子呢能祝大家好事连连。好，我包的是松子儿饺子，祝大家每天都轻轻松松，然后每天都能遇见送菜童子。你也真可爱。大家好，我包了两个饺子，一个是。层次饺，一个是点赞饺。点赞层次饺就是层次饺吧，就是祝大家明年新的一年过得更有层次，然后就像上面的褶皱一样，一层一层都不一样，然后就是为你明年的新经历点赞。那是个鸟吗？刚才里面这个线吗？有线啊，你捏熟了都给他。我包的就是一个正常的饺子，不过我也给他拉面，就是希望用饺子，就是算了算了算了，就是我边边啊，你看大家这个我做的一头龙，就希望大家是啥海马，像是像条鱼，是
祝大家龙年大吉，越来越开心，明年发大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海泰泰坦尼克号。这是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船，这是帆船。祝大家明年一帆风顺。其实我想说是攻击的，其实。你这个想攻击？包了很多线，看起来很有安全感。我就祝大家幸福安康。时代少年团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时代少年团2024年全新四季写真企划一起走过的日子上线预售，扫描二维码下载时代风趣 FanClub App 或登录 TF Family FanClub 微信小程序，加入时代少年团官方会员查看更多信息，还有海量官方限定周边任你选，会员还可专享演唱会优先购票权，赶快扫码加入吧，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同意下使用哦。对，他怎么他把他们一堆人都杀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左撇子。你知道答案还是？唱个生日歌要干嘛吗？许愿。啊，我知道。还有呢？哎，我甜啊！你喝了？啊，好甜的，你们刚品，不要这么吹，好可惜。我以为丁哥要质疑我，那个甩了个东西，吓死我了。没有，吓死我了。